姐姐死后，她出门就没穿过内裤。小青总觉得姐姐那么悲惨，全怪她找的男人太无能。她立志要找一个足够强的男人，可男人还没找到，她却遇上了灭顶之灾。修罗城最凶残的牛头帮杀上门来，他们避难所的老大章鱼哥很快就被牛头帮众人压制。孙姑娘急忙带着他前往屋顶，骑上摩托车冲出大楼，可其他牛头怪仍在后追击。一个狼牙棒甩出，让他俩摩托失衡摔倒。牛头怪盯上距离较近的孙姑娘，一棒将其打得形神俱灭。小青冲上去报仇，却被牛头怪死死抱住，幸好手中有一杆三八大盖，调整枪口将其击毙。可牛头帮实力强大，再次走来三个牛头怪。穷途末路之际，另一大势力罗刹门的门主司马开枪阻止了牛头怪，但也激怒了牛头帮帮主。眼看大规模拼杀即将展开，却被修罗城的天劫打断。因为天劫伴随着无数的幽灵，两大势力被吓得立马撤退，但仍有不少人被幽灵追上。幸好司马门主伸出援手，将小青救回了罗刹门。可罗刹门四当家却看不上小青，一言不合就欲斩杀他，仗着可以飞行的滞空优势将小青逼入泥潭。小青则迅速甩出飞刀，缠绕四当家将其拉下高空，并拿刀将其制服。三当家见状横刀劈来，司马再次出手拦下，并亲昵地扶起小青，瞬间威慑众人。小青以为找到了白马王子，却不想这个男人将教会他啥子叫现实。